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红。这个视频我们讲解一下五个故事的这个用途以及玩法。首先，我们从第一个故事慢慢说吧。首先是极限狂风，极限狂风就一句话说明吧。我们首先不看它的百分比，其实大概就是把狂风，就是之前的狂风，它是持续60秒，对不对？这个故事就是把这个它很难用言语形容，30到40秒的是伤你自害，己的在感受一秒吗？钟之内把它打出来，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故事。我也很喜欢这个故事。然后就是空投它没有改变这个技能模式，也没有改变技能形态，它只是在原有的就是加了数量，减了 CD，然后稍微加了一点攻击力，然后减少了攻击，这个空投间隔就是速度变快，CD 变短，然后伤害变高。将你们结合然后在一这起，是这个很机场，难用机场的话是言语形容，跟你狂自己风的一感样，受吧。变化最大的一个护士，也是目前实战就是好评最高的一个，因为它不会空了，就是你机场再也不会空了。比如你放到左边，然后魔皇它瞬移到右边去了，或者是你放到右边，伊西斯瞬移到左边去了，就你的技能不就空了吗？要么就被它拆了。其实，带着这个护士的话，还是有被拆的危险，但总归而言，它不会空了。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护士，之前机场是持续5秒钟，然后这个护士是给它加了十秒，也就是总持续15秒。然后直到他的子弹打完或者持续时间结束，他就会自爆，然后消失。如果你点了光能量反应模块的话，就是你不会享受他之前的这一排词条，你只会享受到最后就是光能量模块攻击力加4%，然后是蓝结界爆炸攻击力加证明自己的7%。实力吧。然后你如果然后哦不对，然后还有那个三个符文触发了最下面那一排词条的话，就是再加10%，总计就是加了个15%的伤害吧。所以说你如果带这个护石，你就不能点模块。然后说这个护石其实改变还是很大的，就是把它改成脱手了，就是无任何释放动作，就是你连招的时候你也可以放，在不断的决斗你中滑铲证的明时自己候的实也力可以吧。放，倒地的时候好像放不了，我具体我还没试过。但是这个护石基本上大家都是用来过渡啊，我看到很多女机械，她们都是最后期毕业都是追求的是机场跟高达，这两个故事搭配起来，目前是实战就是大家用的最多也是好评最好的两个故事。然后在最后是旋转枪刃，就是这个技能我建议，要么给它重做，要么给它开除，要么给它加伤害。真的，这个技能就是枪手70级里面伤害最低的一个技能，真的。8个枪手，70级技能里面，EX 技能伤害最低的一个。然后这个技能就是连招的时候，而且还会很卡，容易掉帧。掉帧就影响你的输出量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之前有这个护士，随便玩了一下，然后就被我扔掉了。这个护士的效果就是它本来是围着你人转嘛，在不断你的再决按斗一下，它中证就明自己的飞实到力怪吧。身上去了。待会我上另外一个女机器可以展示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说一下护士搭配。神将你们护结士合搭配在的一起，话，之前任何也说了，人就都是得一偿号还。搭配，就是极限狂风加这个机场是用的最多，也是实战最舒服的一套搭配。我不说它伤害最高了，也可能是伤害最高的。然后第二种搭配就是空投配机场。在不断的决斗中，证明自己的实力吧。哎，我们先展示一下护士的效果吧，可能还有些人没有。我大概展示一下吧，也说一下玩法。哎，按错了，我们就不看伤害了，就只看效果。玩法大概是，现在的图不是都能吃 CD 药嘛，对不对？对于女机械来说就是个质变。然后普雷选择的话是双天空，就我之前说的那个双天空，单大地三太阳。天空这个是1:35到45，这个是1:45，然后机场空。跟这个高达刚好全部享受到了这些加成。首先，我们放机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CD，持续15秒吧。然后你不，或者它打完了，它就消失了。然后再看一下高达，大概13、14秒一个。然后能在1秒钟之内打出之前高达40秒的伤害，因为之前的高达
他放出来他老被拆，你打一七四也好，打圣地也好，他容易被拆，特别是打魔界大战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那就放出来就是去送的，真的就是果断就是白给你，必须有这个护石，不然你的高达就废了。而且这个高达的伤害很高，大概放个一两排就有一个觉醒的伤害，因为我是双天宫单大帝，所以我两台就有一个觉醒的伤害，如果是六太阳的话就大概是 2.5 台，就是差不多是一个觉醒的伤害，伤害很高很高，而且 CD 很短，你看只有14秒，而且你可以带这个 CD 伤害炮，然后切回神血，看你12秒，对不对？特别是蓝吉吉，如果因为这个护士你就可以偷跑了，你在衣服加完 buff 然后按机场再切回去，看你不打怪，我们试试不打怪吧，就一直放吧，我们等到最后5秒再跑到怪面前去啊，打完了，然后我的机场冷却只有2秒钟，所以这是一种玩法。还有一种玩法，不过这种玩法估计很难用上了，除非你的高达不会炸，不，除非你的高达不会被拆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大家应该看明白了。用这台手枪吼两台，带 CD 生号吃刺激药，它就是它冷却时间只有15秒左右，这里显示17秒，其实你只有15秒。因为你一切的被动解 CD 没有计算在这个词条里面，然后就是这套护石的加成就是空投机场伤害最大化，然后高达能通过手枪放两台，前提是不被拆，要注意我这个前提，如果能不被拆的话，这是你直线可以说是不管是伤害还是 CD 来说就是最强的一套玩法。你看空投跟机场都是能吃 CD 活动的，看到没？一个16秒，一个12秒，对不对？这个期间你就一直空射就行了，你空射个2轮，你看这马上又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符文搭配，符文总共红蓝紫是单技能加8%伤害，还有一个绿蓝紫。神将你们结合在一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我这个是红蓝绿，如果是绿蓝紫的话，你看绿色是减 CD 减攻击力，蓝色是减 CD， 这两个加起来就减了10%的 CD 了。如果是六个的话，六个就是减20%。然后紫色是固定加伤害嘛，绿蓝紫的话就是在你这个不是减了伤害，然后这个又给它加回来了，看到没？又给它加回来了，就是伤害不变的情况下减10%，然后两队的话就是20%，然后红蓝紫，我看一下我有红蓝紫没？我好像有一个红蓝紫，哦，极限狂风，你看蓝色，减4%。紫色是加3%，然后我因为没有刷齐一套毕业的，我就随便带一下。然后红色是加5%的攻击力，红色加蓝，红色加紫色就是加了6%，3+3，3+3就是加了6%了。然后紫色是减 CD， 然后它这个不是加 CD 嘛，就然后这个又给它减了，大概就是 CD 还是减了1%，对，说错了。大概我就打字已经给你们总结完了，大概就是这两种玩法。如果喜欢玩伤害的，就建议选左边，就是我建议是6保1啊，我不建议3保2，就是红蓝紫单技能加12%，就是一套配起来，然后 CD 是减2%，绿蓝紫的话就是伤害不变，但是单技能减少20%的 CD， 这个20很致命的。配这两个，这两个点，就是它因为 CD 是成算的嘛。大概可以给你减个60%的 CD， 如果带称号的话就是60%多。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是6保1机场，我暂时还没给它刷出来了。如果是6保1机场的话，机场的 CD 会变成，哇，那都溢出了，应该是13、14秒一台了。
然后它是持续15秒。六保一狂风的话就是基本上是8到9秒一个，然后伤害不加，8到9秒一个狂风，就无限炸，一直炸就完事了。然后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吧，然后加点。哦，加点，我这个是点了自爆的。我说一下为什么我要点自爆，我不点这个，因为自爆它吃了国服特色，你们看，加六级，对不对？如果是皮甲的话，你皮甲加的更多嘛，就加九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女机械其实就是以1-45为核心的一个职业，它的70、80这几个技能并不强，电厂的伤害还没有空投高的，就因为空投吃国服特色，所以我学了自爆种，就是把1-45就是国服特色最大化收益给自己。然后还有个护士，这个护士进化系统脱手等离子，给他看一下吧，估计有些人没有看过，有些人应该已经玩过了。啊，完了，这套家电我好像没使用。好了，换这一套家电，就是任何状态都能释放。滑铲，连招同时，啊，这没喷枪，不专业，就任何情况下都能差不多释放这个等离子。但是有一种就是被倒地的时候还有被击飞的时候好像是不能放，好像跟应该吧，因为倒地跟击飞是不能改装机系列的，所以差不多应该也不能放。这个护食基本上是用不上，因为伤害并不高，然后 CD 很短，然后不吃国服特色，所以我不建议使用。但是如果是竞速的话，就以后出那种卢克这种竞速图你就可以用，因为它是短时间内爆发最快也是最高的一个技能女机械。但我估计以后策划不会出这种图给我们玩了，就这样吧，顺版本玩，就按照我说的极限狂风加拦截机，因为高达不会被拆，对不对？机场跟着跑，提前偷跑，这就是目前最高最快乐的一套玩法。记住要六保一，不要三保二，三保二我玩过了，不好玩。有的人的号已经出了那种三保二的了，但是我建议是玩六保一，要么就是单技能 CD 拉满，要么就是单技能伤害拉满，玩出特色。好的，我们来试一试伊西斯进门一波的血量吧，我们就打一波，对比一下这个两套搭配。再试试这一套，这一套应该能打25%以上。确保公平，我们在一图等一下重技能。多一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伤害分析，机场最高，高达第二，空投排第八，机场差不多打了3台，差不多2台多一点。别待会机器引爆给它炸掉了，那就尴尬了。
下吧，我懒得躲了。第三台没放出来，20多一点。这是之前的，这是现在的。伴随伊西斯普雷大人，这一看，大家应该也对比出来，这是没放第三台机场，但是高达的伤害也不俗，看到没？打了80多，这是没被拆的情况下。我之前有一种情况是被拆了的，被拆了的就一点伤害都没有了，看到了没有？不被拆的话，这个打了80，这个打了120，空投77。59，而且我空投不是毕业的，我空投护士都是带着高达的，所以这里就不太公平。欢迎你。但总归而言，这两套搭配已经成了现在的主流玩法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出这两个护，没有出这两对护士的，你还是带着什么祭祀啊，或者是进化系统啊，你就先用着过渡，朝我说的这个目标去走。就一定不会错，啊，用不用着舒服，你们自己用了就知道了。我相信已经有的人已经就是用得很开心了。至于100级版本的话，装备我都看了，有减 CD 的，也有速度很快的。那把手枪问题很大，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天。那把手枪是光能量反应模块，它是主，就是你必须点那个模块，那把手枪才有用。你不点那个模块，那把手枪没什么用。所以女机械这里就很尴尬，就是到底带不带那把手枪，反正有两把嘛。然后装备的话，我建议是走 CD 套， CD 套配护士天下第一。好了，就到这里了，再见，拜拜。